我叫一木芳子，请多多关照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啊？你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把你放出去。我们把你请来，是有点事情想问问你。只要你如实的回答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 你们想问我什么呀？昨天晚上，你准备去哪儿？见什么人？在什么地方见面？这些问题都不难回答吧？ 昨天是去洋行找我的女儿，她不在，我就准备回家了。你根本就没有回家。我是想去买一些营养品，可谁知道在去的路上，我发现后边有人跟踪我，我害怕，我就想把他们甩开啊。 你怕什么呢？我怕有人伤害我呀！现在这世道这么乱，什么样的坏人没有啊？就在前些天啊，我的孩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刺杀，这才刚刚出院没多久。哦，这事儿你问松田先生，他也知道的。你说的很像是真的，可是我们不信。那你要是不信，我也没办法了。王老板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。你是共产党，是抗日分子。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，乱说是会掉脑袋的。 什么抗日分子啊！我就是一个唱戏的。你就不要再狡辩了，否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说，昨天晚上到底跟谁见面？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才信啊？我跟谁见面？我谁也没想见，我就是想去买一些营养品。 带着我们人几乎把整个江口都转了一遍，还敢说去买营养品？华老板，我们不想对你用刑，也希望你不要逼着我们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。昨天晚上，你准备和刘文昭见面。 我为什么要见他呀？我都已经被他赶出来了。看来，我们得换另外一种方法谈了。哎，你们要干嘛呀？ 喂，王老板吗？我是刘文昭啊。哦，问问您啊，方子小姐在货场吗？哦，没事，就这样。哎，是大佐夫人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刘文昭啊。我想问问您，方子小姐，在家吗？啊，我找她有点这个工作上的事情。 哦，啊，那好，那没别的事儿了，祝夫人身体健康，啊，再见。
没在货场，也没在家，那他会在哪儿呢？花老板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就是再给我100次机会，我也不能说谎呀。你真的想受皮肉之苦吗？樱木芳子还没有出现，我就奇怪，这花向荣一失踪，樱木芳子紧跟着就不见了。他们俩之间会不会有关联？我现在就是怀疑花向荣会落到日本人手里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宪兵队那边不可能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你不是说日本人在江口还有一个另外的秘密组织吗？你是说樱木芳子跟秘密组织有关系？这不是也是你说的吗？说那樱木芳子，见他第一眼就知道他是干这行的。想起点什么了吗？我花想荣人13岁出道，16岁走红。你到外边打听打听，这条雕虫小技吓我。你们怎么总喜欢折磨自己呢？小姐，您在哪儿呢？啊，休息休息。啊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慢点，小事您先。真不好意思，遇到一个刚从日本来的老同学，一定要请我喝咖啡。哎呦，我是不是耽误工作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既然货物都已经没问题了，别的事情啊，就交给下边的人去办就行了。听舅妈说您在找我。是，我呀想请你吃顿饭。我知道一个不错的餐馆，是淮扬菜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？应该请两位夫人一起去的。哎呦，那就算了，咱俩吃饭那多好的气氛呀！旁边摆着两个怨妇在那儿，那多好的气氛，你让他们给搅和了。您愿意吗？
奸！那女的是谁？看样子就知道是日本人。这个狗汉奸又和日本女人搞在一起。小何，咱还是走吧。出来这么久，你身体该不舒服。我怀疑我妈妈就是被他悄悄抓到花园路十号了。我得去问你。你不能去。松手！小何。经常都是日本人和汉奸特务，你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对你没有好处。走，咱回家。小何，你说那个刘会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根本就不是人，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狗。以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，现在是日本人的走狗。我爸爸就是让他害死的。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误会他了？说不定他是潜伏在日本人身边的抗日战士呢？根本不可能，他连日本女人都不放过，哪有这样卑鄙无耻、荒淫无道的抗日战士？中国人的脸都被他丢到太平洋去了。行了，不管他了，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找到你妈妈。哎，对了，小何。你还认识阿姨的其他熟人或者朋友吗？我和她很少交流，哪知道她的什么熟人和朋友啊？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她被刘文昭出卖，落在了日本人手里。贩子，那笔货物你都看过了？看过了，货物没有问题。里面交代的花香楼呢，有没有什么交代？暂时还没有。还要拖多久呢？原田将军又电话催促了。大佐阁下放心，我们正在想办法，一定会让他开口的。你要跟我说实话，否则的话，我打爆你的脑袋。是是是，老爷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都说。昨天晚上是不是跟踪我来的？不是，老爷，是二夫人派我去保护您的。是保护啊，还是监视啊？不是，当然是。华向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，老爷，这不。再问最后一遍，这真不能怪我，老爷。你别饶我！老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老爷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花向荣呢？不知道。花向荣呢？告诉你啊，今天你要不他在哪儿，我打死你，信不信？老爷，来，冲这儿打！老爷干什么呢？老爷，刘文章来呢！刘文章，冲这儿打！姑奶早不想活了。我告诉你，文昭，
花小龙就是我揭穿的，是我让龙在天到侦缉队告诉他们，花小龙是共产党。怎么样？为你个贱人，你还敢杀我？